是我们的作品主要分成两大类，第一大类就是风力发电，第二大类则是我们的主题乐园。这个是风力发电机，有分大的和小的，小的主要盖在地势较高的地方，大的则会盖在海边。当海风吹过时，风力发电就会转动，它储存下来的电就可以拿来当作马祖晚上路灯的照明使用。这个是马祖的小型自行能源厂，我会先把